绘画斗罗大陆昊天锤。大家好，我是萱萱，今天和姐姐 PK 画斗罗大陆昊天锤，大家来帮我和姐姐当裁判好吗？喜欢姐姐的扣一，喜欢妹妹的扣二。大家也喜欢看斗罗大陆吗？大家知道昊天锤是谁的兵器吗？什么感触？迷失森林的小鹿，会不会遇到女巫？故事拉开序幕，星光拨开最神秘的雾，踮起脚尖旋转舞步，恍恍惚惚听谁在哭？月光停住窗外的植物，遇到孩子气的人物，学会救赎我孤独。你是那童话里的公主，站在光明处，我戴上河里假面，转身躲进黑礼服。请和我起舞，大家觉得我和姐姐画的都还不错的，就点个赞支持一下好吗？天然后人